它就是导致那个手套就是要好一点的手才行，是吧？就是不怎么牢，没那种铸铁的那么牢，那几根导珠它一搞就有点稍微有点踩的有点一点厚薄，它就容易这样翘的。但是铸铁的好，就是那个就大概100-200的那种。其实你油漆不油漆倒无所谓，主要就好用，好用。是，外油啊，这个是外观，最主要是它机器好用，买油的都是机器好用。那你不刷漆，折不生锈还就没事。我跟你说，不好用，妈再好看，你过去没。很漂亮，完全没问题。这个脱模的，它这个定位的这个东西太深了，赵波，这个很漂亮，我给你炫。好，好，我下次我知道怎么打板了。放久了的料我不要了，妈的，懒得我搞。炫电，我炫电炫了一下，放久了那个料在天气。这种好压还是那一种？你看，你兰哥这些东西他什么时候搞出去？不知道。现在好多货都没发出去哈。